在这个初一网吧里面和王哥聊天啊，时间到了9点了，然后王哥准备要开直播了，然后突然发现开不了了，是吧？嗯，对，今天下午把那个西瓜视频那个预载了，然后就我重新加就加不上，卸载了。嗯，对。然后现在需要短信登录才行。哎，是吧？短信登录了，我这个卡号就手机停机就得不到验证嘛。那欠多少钱嘛？就那天我去问了，我现在那张就开户那张卡差300多块钱。差300多啊？现在16号应该工程款要下来了。这前几天拢了几百块钱，然后几百块钱发费，反发费最低还款都还了250。那前几天你直播也挣了几百块啊？啊，没钱了。钱都用花了。都花了啊？身上。上次托哥刷了一根火箭，还有700在我这里。我的想法就是给你把这个费充上，你该直播就直播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但是你这个是……那我就是怕充了费也搞不上那个。是不是这个电话号码你要确定？就是那张133那张。就是这个欠300多这张嘛、哎。那我给你充上啊。但充了那张卡现在又不在我这里。卡怎么不在你这里啊？在，不是帮我去亚通那个阿姆哥那里。他啊。好，那你也收不到验证码要登录。嗯，那你微信联系他、哦、让他登录的时候让他把验证码发给你、哦、你就可以登录了，知道吧？嗯、每个月是198的月租是吧？175。你这个月租比我都高。还有啊，我看你发的视频啊，就是写的那个标题叫什么了？爷爷今天开心。对呀、啊、你这种别人来看关注你的人还有看你视频的人都是支持你的人，你这样说你觉得好不好？我感觉有趣一点。那个平台不是发了是取一些有趣的标题，这个叫有趣吗？这个你不尊重粉丝，不要这样说以后，对吧？而且拍视频拍横屏的，就像那天我唱歌你拍个横屏的，这样挺好啊。昨天晚上我拍了一个横屏的视频，但是好像还没发送，就点到那个预载就卸载啊。嗯，你每天就争取每天发一个视频嘛。嗯，就你在做什么，你在看到了什么这些，对吧？这样挺好的，涨粉丝涨得快。啊、嗯，那我现在就帮你把费要不要充上了，你先联系阿木哥。啊、嗯，好吧、嗯，联系到了，你微信给我说我、嗯、我就。让我帮你充，我就帮你充。啊，每天还是直播，还是直播起走啊。嗯，像对吧？你看我，除非万不得已，都要直播。嗯，好吗？好，拜拜。嗯。